这是古月写一个叫国界叠村儿，这个村儿正在拆迁，看那地契在那儿停的，看这面都是房子，有的一间都被拆掉了，还是房子，一间都被拆了。我拆的房都是土房，那砖瓦房好像还现在没拆的。在金源看看，这房拆的，这冲着门还跟上我们走，他因为是说要跟他。好几天了没接人，村里头人都走了，就剩他了。你看他就得跟上我嘛。哎，哎呀，这猫也是很孤独呀。村里头啊，没见到人，这个见到一只猫，这个猫还始终跟着你，我们走到哪，它要跟着你哪。